搭配体感技术来控制方向，倒退、原地旋转都难不倒这台机器。而只要将前方的拐杖拿起，就能刹车。它可以用身体的平衡，用前后左右，它就可以来控制它的方向了。比如说没有手的残疾的人士，或者是他下肢不能走的，那或者是我们病人很颤抖很厉害的，我们都可以借由这个载具呢，来达到他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面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。他又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玩的玩具，还能够组装成滑板车，增进亲子同乐。机身也能拆解，方便收纳。经过一年才研发出这款兼具实用性及安全性的个人化体感工具。它是有很多的巧思在里面，就是让一些使用者他的不便，我们把它不便变成它的方便。这项发明对于行动不便的患者来说是一大福音。台新闻杨爱婷、刘宏志，花莲报道。